我叫林青春。这是我的未婚夫。看看，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？这个就是我最好的闺蜜。还不赶紧滚！再不滚，那我们就把你熬夜写成了。就撕掉了。正如你们看见的这样，我的闺蜜和男友就是这么狗血。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霸占了我的房子，并且在房产证上只写了陈非凡的名字。这就是我失败的前半生。闺蜜背叛，男友劈腿，工作上一事无成。唯一靠自己买的房子，贷款刚还完就被赶了出来。我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您拨打的电话暂时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喂，青春，楼下还等你去办公室呢。关系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林青春了？急什么？就他那脑子，等到时候房子给我，分手后还觉得是他欠我的呢。滚！叫什么呢？干嘛呀？你们两个继续呀、啊！贱人，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！青春，你就。青春，你听我解释。当你是未婚夫，你是我闺蜜。没有，我真的我。青春，不是我的错，我们多了什么都不记得，是他强迫。啊！轻点，不要动我！哎，李青春，这房子合同上写的是陈非凡的名字。房子是谁？我们法院见。Thank you.
什么呀？我昨天新买的床垫套。昨天桑老板怎么样？别提了，哎，我们合作公司那个林青春，就外面那个，工作效率太低了，心思全在恋爱身上，要不然方案也不会现在才完成。没穿衣服那个？哎，就那个发飙那个。这个林青春啊，简直就是个恋爱脑。她那个闺蜜几乎天天跟她男朋友混在一起，我都撞到好几回，她居然现在才知道。哎呦，这……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做好自己的工作，少管别人闲事。好了，明天我工作就不来你这儿住了。哎呀，我的姑奶奶，你干什么去了？老夏找不到你都要发飙了。出去问了个手，走，现在去。哎，青春，你没事吧？你事儿大了，你赶紧去财务给我结工资，明天就不要来了。哎，老板，你不要跟我解释啊，你客户都投诉了。喂，啊，江磊吗？啊？要么你后天走吧，明天陪我开个会。谢谢老板，老板你放心，明天开会之前我一定给你做一版新的方案出来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别再让我再看见你了，赶紧给我消失。好的。夏老板，昨天那把方案怎么做成那样？是怎么好意思发给客户的？是这样。暂且不说好坏，这是你们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做的。原本以为慢工能出细活，结果就是这样子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们的合作也只能到此结束了。很抱歉。之前的工作效率和质量都不高，的确因我造成，所以昨天我深刻地反省了一下，连夜做了份新的方案出来，希望可以弥补之前的不足，也希望大家可以认真地看一下，谢谢。那林小姐，接下来就麻烦你把今天的方案进行完善，王爷走。谢谢江总。
好久不见。哎，不好意思。我来晚了。秦川。哎，谢谢。哎呀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我的好闺蜜林青春啊，霸占了我男朋友的那朵白莲花。什么情况啊？青春，觉得你啊，该你吃，该你吃。哎，行，那咱们都一起吃吧。青春，你心虚什么呢？是不是特别害怕我揭开你的老底？小欢啊，你怎么了？都是老同学，你们不还是闺蜜吗？干不了这样。闺蜜，这都是他营造出来的假象。毕业之后啊，我们联系就少了，他就暴露出了他的本性，不仅抢了我的男朋友，还霸占了他的房子。为了逼我退出，他公然还逼婚。你们别看他长这个样子，他一直以来他做了很多很多过分的事情。啊！造谣之前想想后果，你别在这儿凭空想象、恶意捏造、颠倒是非了。得了便宜还卖乖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？林青春，你有病吧？陈欢，你可真是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，被迫害妄想症是吧？不过今天我也要告诉你，以前那个你随便欺负的林青春已经死了，从今以后你别想再踩我身上。你放开我，信不信我咬你？信，我当然信。谁叫你不是人，是条狗呢？跟我走。是不是信海集团的总裁啊？来来来，让我们忘掉刚才的不开心，来继续。江总，刚才谢谢你帮我解围。哦，谢谢江总。扶手。陈欢真是一对狗男女。青春，你先消气。你给我解释一下，我跟陈欢，我俩那天喝多了，一时糊涂才……哎，我俩这次就是闹着玩的，我俩闹着玩，玩床上去了。赶紧滚，别在这里留下，不吃这套。青春，我爱别人看到都只有你一个，我对你的感情你知道的呀，从来都没有我。放开！陈非凡。赶紧滚，不然我就报警。林青春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告诉你，赶紧把合同给我拿出来，不然我把你家拆了，你信不信？我拆？还是你拆了我房子，还是我先拆了你？放心的，你这好家豪爽，把宝刀放下。何人的确要好好说。何谁呀？林青春。赶紧把房屋公把他们给我交出来，不然你这拐子少女，我给你打官司。行，打官司打呀。奉陪到底，你连门都不敢开，你还能给我打官司？我告诉你，不开门是吧？行，今儿我就不走了，我看谁能熬死谁。别给脸不要脸啊！哎呀，今天对面外面可真热闹啊！快把你家拆了，信不信？哎，对面动手了，要不要过来看一下？保安室电话多少？地上凉不凉？林青春，你敢投诉是吧？行，你给我等着你。江总。今天白天那保安是你床单脏了，换一个吧。
住的。谢。帮你叫了换锁的，明早来。这一切都该重新开始。好了啊。谢谢您，师傅，麻烦了。江总。一会儿开会，一起走呀。这样不好吧？你收拾需要多久？其实我有三分钟，等你。江总，我好了。怎么巧？一起走吧。哎，你看见我那床上四件套？仅能拿下同类市场的58.63%。林青春，是哪有项目案上面的数据能够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的？夏老板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明天开始让林小姐来我们星海上班吧。啊？哦，别误会，只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，没有其他意思。好，这是我们请鱼的荣幸啊！那从现在开始，林青春就是您的人了。不，星海集团的人了 啊！